This is the KB-TOW Local Line train for Osunai. The next station is Higashijujo.很多人都集中在这一棵拍照，然后继续往前走到上野公园这边，这一株开得比较漂亮，应该是公园内唯一开的两株樱花吧，两株开花的吉野樱，哇，这棵应该明天开更漂亮。 这边还是光秃秃的一片，主干道这边的樱花光秃秃的一片，零，一颗都没有，零，完全一朵都没开。东照宫旁边有一条路，这边还有一棵垂樱可以观赏，有一颗粉红色的垂樱正在盛开中。 满开超美。不忍池周围，这边没有樱花，吉野樱都还没开，有不是吉野樱开的啦，有一颗白色的。 好多天鹅船哦，大家都来滑天鹅船，没有樱花。樱花对面有一颗白色的，不是吉野樱。另外这时也没有樱花，都没开，所以不忍池不用来的，过几天再来吧。 还没开，特别来浅草一趟，就是为了看这颗枝垂樱，大概开三成而已吧，不多，可以这样拍，要拍这个角度。 超多人的，哇！这边开更多哎，这个角度拍过去开更多，还算不错啦。这个角度都可以拍到晴空塔云花。 真上市的三门道路。 哦，这有垂樱开了，有垂樱开喽！这边有三颗垂樱开了，可以拿来拍东京铁塔。大家都围着这颗垂樱在拍照，跟东京铁塔。
果镜头往上一点，还是可以拍到没有人的场景，还行啊。这个大概开两层而已，但因为它旁边就有东京铁塔跟真上寺，还不错的。这边还有一颗，那干嘛？这颗开一层而已，刚开而已。那个锤音。真上寺旁边这一条吉野樱，种的吉野樱目前花苞都冒出来，都有粉红色花苞，应该这几天就会大爆发了。哇，这边散步过去可以看到东京铁塔，樱花如果开就更漂亮了。小屁孩公园，可以看到东京铁塔，耶！我们又回到我们拍婚纱的地方了。对啊，我被迫在这边直接换衣服。赞赞赞！